母后说的话一定要记得，做人一定要谦虚，对母亲一定要孝顺，要懂得尊重母亲。OK， 不管我是古装扮相还是时装扮相，我讲的话都是一样的。小天笑，我是说真的。反正我小女儿就是这样 ，I don't care。No， 我小时候非常乖，不是一个爸爸。明明你以后长大会有大鼻头。欢迎皇后就先退下喽。今晚需要侍寝吗？我280。你也不要看你的粉丝，有那么多黑粉都看不到吗？有黑粉，我就会立刻 block 他。只是说你的人数，你说多少？1000。笑点怎么这么低呀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我只能跟你说，母后说的话一定要记得，做人一定要谦虚，对母亲一定要孝顺，要懂得尊重母亲。OK？ 不管我是古装扮相还是时装扮相，我讲的话都是一样的。都笑，我是说真的，你如果对我态度好一点，我可以帮你拿一些你以后将来用到的东西。你这个，好吧，你要这么硬脾气就硬到底吧。我也不知道你要硬到什么时候，你要当乌龟是不是？背一个硬壳在身上，你不觉得很累吗？对啊。It's okay， 我已经放开了。反正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 ，I don't care。你的 ？No， 我小时候非常乖，不是遗传爸爸。I'm sorry。明明你以后长大会有大鼻头。皇后就先退下喽。今晚需要侍寝吗？贵妃好。这位是我的随从人士。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愿皇上别误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